看啊，这是我们家站在楼上拍的啊，131号楼。你看阿乐村131号，你看看啊，这些人是来消毒的，还不知道是来，上天就来过一次了，今天又来了。看这样是消毒的。哎，那个是门吗？才干的门哦。把门缝的。把门缝的了。你看那个电焊，那个电焊工在那块焊的，那个那中间是一个门，你看。可怕！说是跟南湖人聚会的，4个人聚会的，南湖2个。这一个上天就来过给隔离了，然后这肯定是人妈的冠状病了。以前是疑似，现在是确诊，肯定是。然后你看来给封了，要是疑似的话，他可能不可能封的。你看，全是穿黄乎乎的。你看来消毒的，你看这个病毒，要命！你看那个人开电焊，你看把那个大门封起来了，一共都有3个楼梯，中间那个。